大家好，我是来也，欢迎收看来也解说三国杀国战。咱们看局视频。从前往后看吧。第一盘二六局，玉清秋桃子啊，这位玩家提供的。然后我也选离点和越境啊。就加一码就减一码，这上来挺非常高调，我们敢不敢少量？不敢，也没必要少量。他既然弄咱们，怎么就把你八卦给拽了？看你还拽不拽？左搞一下，右搞一下，搞得自己什么事都没干，就得罪人了。乐主贾诩还是？不知道是贾诩还是陆逊啊，反正不是魏，不是魏，不是我怎么居然上来就开始跳了啊！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这个火攻去打五号位的，看上去是魏了。其他人要救了都。已经是大位的情况下，该救救了。我们暂时不去消，没人反无限吗？陆逊和香香，陆逊估计是前面不响亮的，不要去打那三血的。打出一国家和夏侯惇，不要给这么多给我们，我们有可能被乐的，你点自己。还长脚，看来想想不要把自己打得太没有那个了。你没有，你这样你现在确实很爽。你说你多少搞了那么多牌，然后又掉了那么多血，但是你要保证自己的状态，你前提是以你活着为代价。你要不能够活下去，那你的什么都是白搭。咱们最怕的就乐不思蜀，这电国家不太好，这电国家你还真不如电离点，万一还电不死，那这个牌就多了去了。给南蛮，我们也没逃，如果有逃的话，我们等会就华佗了干嘛？啊，我们就一代狼，然后打到年奴啊。我们不要逃了，做生意哦。有逃，既然有逃，咱们先开一代狼，还有丈八，直接先放南蛮，不要管别的，不要怂，千万不要怂。我老冒险，咱们逮一个打一个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够给驼，其他的随便给。国家是不敢了，确实是的。先决斗啊，打一下张角，实在不行，咱们有距离连上郭嘉一起看，有铁锁。这一个铁锁也有点少，我们还有连弩不急啊，还救。等会儿我们要你连自己救都救不上，等会儿先上丈八蛇矛再杀，废牌拍出去，换上连弩，直接开始撸啊。咱们不要心太大了，所谓的心太大，你就先砍了张角和驼子，难道我们就单纯的想刷牌吗？国家确实是不敢再卖了。这里张角死了之后，开始杀四号位，只要四号位一打，后面的基本上就没什么压力了。我们还是在杀那里杀张角，杀诸葛亮，要我就不杀诸葛亮，我可以杀五号位，杀诸葛亮干嘛？诸葛亮根本没什么好杀的啊，一个国无限，你诸葛亮有什么好杀的？万一那我肯定那个肯定，就说啊，上。然后的话，然后可以杀郭嘉，
为的啥国家，他们国家卖血给咱们买大量的牌，还有无限，然后袁绍也折腾不起了。我们这个八卦质量还非常非常可观，你去杀袁绍，这真的是瞎了，瞎都看不见，真是瞎都看不见。那庞统那么好机会，你不把他给砍了，你还让庞统动？庞统明都没闪，国家和夏和曹仁两个人双双要去呢，自己把自己玩死呢，死了活该，真是死了活该，一点用都没有，给他忘记吧。单挑的话，优势咱们的装备，和我们小果。那这效果的话，主要是说为那个做准备的，不可能每回合你都能保证你有距离，可能的，或者你每轮都能有那个，我开个蓝盲，咱们保无限吧，反正老忘记了，敢他决斗吗？不敢。九杀，咱们有闪，咱们还好冲撞来了一张闪，要没来这个闪，我们找到决斗，不害怕砸脚。直接找他，不要说找到决斗了，有一张酒，我们忘西破他的空城，你喝酒是把命救回来了，但是也忘西命救回来，你空城不了，本来按道理说老朱跟。一般空城还是比较难杀的，我们忘西也是可以小小的破了他的空城。蜀国就那魏国就不看了吧，可以这个吧。咱们这盘九区，古淮西吧。准备选大师，选大师79/93的手牌，不要一换一下，傻，这牌来蓝蛮万箭，咱们完全没压力。袁绍除外，两杀，一甩刀，张飞在此，下手比较黑呀、啊。然后被乐吧，看了我们主将，吴振声也怀孕了，杀出一下吧，危险为德，这刘备你要杀也是往后杀，不是往前杀，前面的人有什么好杀的，往后杀的话逼着他们亮将。纪宁要想帮那个帮张角一把，所以跑出来亮将了，各种无限。还有小诸葛等会赶紧放权，怀孕音吧。张飞实在不行就吃菜得了，还是胖的悲歌，有啥就没必要了。亏啊！而且我觉得你要九杀多，如果九杀，你上甲已经典型的没闪了，怎么救一下？为贤为德，给一张回血，以德服人，给一张还不回血。调戏，你不和貂蝉干嘛不双亮？你对手被别人打残了，不双亮。我不明白为什么目前不双亮，这都是已经算比较后期了。我们给这身装备不动了，放权给咱们就直接拿去，不要随便帮别人换，也你拿国群雄的就不要地盟了。换了，但是我不杀，不
聂星平向副做主。就雷杀，杀归杀，但是我们谁要考虑要提前控了，拿走吧。然后还耗时吗？其实我耗时的话，你如果耗时的话，对你自身的防御会高一点，因为你的耗时的话很容易找到装备的。剩下的话是属于想着二的话，你的计谋被识破，吕布和貂蝉也不是吃素的，怎么就不要和他学，不要和他拼伤了？你不打别人是打你，但是张飞被你一样红杀，可能大乔确实不太好杀，因为大乔有刘伶，赶紧杀吕布吧，来放权呢。猜吧，拆了荣盾之后，他怎么被刘伶？请休息吧。既然蜀国对咱们不客气，咱们也不要对他客气，该乐给他贴上。但你不要刻意把自己手牌调到一手牌。小诸葛打无限的时候，咱们没打反无限。我给你吧。放烂吗？咱们自己给自己无限一下吧。小诸葛给老诸葛无限了一下，所以小诸葛跟无限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这自己对自己还是要好一点。来放权吧。哦，你不把那挑衅剑把它给拔掉吗？你的计谋被识破。这里是国泰民安。我倒觉得吕布的话，你不应该拿着那张杀一剑，你还不如拿着杀去杀一下小诸葛，调戏一下他。反正他是一张手牌，我们再耗时，想办法弄了张飞，然后才能持续双股剑。乐吕布的话不一定有多好的效果。怎么弄呢？怎么还是去杀吕布，然后直接戳了小诸葛？燃烧吧，来，你要杀你就让吕布来吧。还是不敢再杀咱们了，因为一杀咱们是在承担风险的，杀我们是留你个心。但是我觉得你去杀也不应该杀。如果当时大乔确定损失，勒住，咱们有的是牌，暂时先给你勒住，不要急忙勒出去。留着，给自己攒点装备，留着单挑用吧。然后一拿一杀，然后刀也给勒出去，控一轮是一轮。实在不行，咱们耗时分一点给他，然后自己。这里我们顺手牵羊可以考虑顺着捡一马吧，不要就这么扔了，这啥？我们分了就杀给，那肯定杀不中，要关命了他。二杀牌还好他没闪，如果是一张闪一张逃的话，又要拖一回，优势已经很大了。所以也不怕他回了那一点状态。拖久了谁赢谁输就难说，如果两个人状态等同的话，拖久的话也还真不能说吕布就一定输啊，这个是不能让从根本上解释的，因为吕布他毕竟有貂蝉的闭月可以回血，另外他自己是嗜血的貂蝉有闭月，闭月来的牌，所以一闭月就是神闭月，什么杀上桃啊，
这种基本防御牌能拿什么拿蛮万剑这种攻击牌，还能拿无限的话，你前面一直如果你一直不耗时的话，你那你就当白板摸两每回合摸两张牌。只是开始闪亮登场，九杀得远，你牌都没一出，你那我接到九杀干嘛？其实你一点完全没比九杀那个，哎，然后一个放在副将，四血当然放在副将倒是可以理解，三血当然一般放主将。放副将没什么那个，我们要不我们是去杀你了，随便弃两张给他吧，你愿意捡就捡，六号位不动装托管。嗯，其他的呢调一下身份，他不喜欢挂藤甲的话，有可能要藤甲是不是会造成你的拼啥拼的过吗？还有没有枪械啊？当然真机应该按架，而不是说去打，但明人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好杀的。他是最可怕的，我西吧，然后再支两把。反正这么大一个铁锁，有没有酒？然后三件刀直接去抽，三件刀没戳出去，牌不够吗？现在牌多了。你的 AK 挂在神策脸上，你有没有从神策那里抢过来？再放一个蓝蛮，那你现在顺斧子干嘛？你先放了蓝蛮，等会再说呗。没搞明白，你也在想什么？本来这个牌将就已经很有问题了，你看你过个菜桥也顺手牵羊，他在问他的连弩，你是不是傻？真的搞不明白，你点在干嘛？是往什么往？真一点都不往。有蓝蛮，有过河，有顺手，都怎么戳明白？好，我而且你肯定是不应该开五谷的，后面全部是你的敌人，你开五谷，你这和捉野是有多大区别？别到和他拼吧，反正你的牌，你还有没有机会出牌，这都是一个问题，所以能拼就和他拼了。充盈军资，就当杀人了。再上保国家，下安黎民。我们直接去杀八号位去了，下兵了。因为他们的牌太多了，有点吓人。顺手牵羊，真的是咱们。他一个红顺，你顺谁都不太好。失血的话，运营知己知彼啊，再知己知彼啊，看完了，紫桃，铁锁连环，那就连吧，反正顺手牵羊，顺了人王盾，为了回血，九杀，有闪，你九杀我有闪，你是说？兵的话，你既然两边都看了，包括你上甲、下甲，你有手啊，而且你有关羽的情况下，完全可以考虑把连弩给顺了。真的是这夏侯渊，你这猜的谁乐的谁啊？明显的六号位打法就很像那个了，已经很啊。黄云英是你看过的。你不乐嚣张吗？你不拆桥，已经是那样了，咱们就没法说了，觉得手里有牌，自己打脚，
你逃嘛，你要是没逃，你是砸脚就血亏了，还去乐？绝不乐、啊，我倒觉得乐，你乐二张是非常实在的。给我吧，我们行吧，然后你，你看你说你乐的谁啊？怎么亮的张任，亮的张不好？估计咱们是想那半血魔牌能够帮咱们一把。啊，也行。嗯，实在不行，咱们现在就开始乱舞吧，让他们直接死了得了，一口子啊，得了，那我这上回合要我先乱舞抢人头，都能强行拖时间而已。有张任在此，有周泰也没用。你看你能扛几回？你能保证你每回合摸装备啊？啊，你要想进攻啊，要想打加血，那你还得摸啥、啊？你的装备根本不中啊！别人你不得不弃装备。得了，然后没招了，直接把他干了，让你死得光荣。你要不把他干了？还不是死他一周泰，还是周泰的话，我们要杀，我们不需要杀很久，我们装备比他好，然后那什么，还能够穿心眼，你根本扛不住啊。嗯，刚才看了这一把吧，这把是无果大师啊。嗯，就不看了，咱们另外看一把，找一把蜀国的，实在没有，咱们就找个时间稍微短一点的，真没有，咱们就挑一把时间最短，看上去是最短的，这个是 71K。嗯，三七八去杜小唐，马腾和貂蝉，老板给自己开工资，托管得了，咱们这牌只能托管了。嗯，哇，都说那个说想装一下位，一试便知啊。就是吧，然后大嘴是关键黑堆子，放黑堆子的话是想找一下加血，怎么再无限？这其实大嘴，你如果实在想输出，你就不要去，但是不要打死马，就直接连你下家和赵云，哪怕你下家是群雄。你并不是说我是真气和天地之造化，天下大事唯我所知，不敢去又逃，赶紧叫全部都没逃，如果没逃的话，咱们都一伙打话解除了，没逃的话咱们下回合顺利开工资。等级高这个等级有什么区别，然后放个蓝蛮。吕布有没有铁锁，有没有属性杀上来的时候，如果有铁锁的话就非常好了，再死一个，再打一个，怎么就被杀了。许三还有一口老酒，等会怎么一开工资要让他们绝望呢？再开一个南蛮，怎么都成一血了。许愿，如果咱们要出牌的话，我建议我们就把下家给撸了，不要留他，千万不要留。别去搞徐生去了，九杀，不让咱们下家出牌，哪怕是群员我们认了，快点连不上群员。我们没，我们算了，为什么先开工资啊？看。要给自己发一波工资再出牌，
许善哲先想想是如何是好，知己知彼，没看头，没闪，没酒，没逃，所以他嘴都是多此一举，肯定不要那个知己知彼，看他手牌干嘛。你如果有输出牌的话，你还看他手牌干嘛？桃子挺多的，三个桃，魏国的桃都被你一个人在玩了，所以你们捡了便宜。然后咱们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